啊，师父的故事，让我想想。师父擅长各种发明，在我小时候他就经常为我准备一些惊喜。虽然我很难理解师父的发明，却能体会到他为我着想的心意。你们想听师父的故事吗？师父虽说自己喜欢安静，但并不反感有人到奥藏山来玩。不如说，如果长期无人来访，师父也会感到寂寞吧。关于流云借风真君，我的确知道一些他的轶事。早些年，他多以人类的姿态现身于世，果敢凌厉，受人敬仰。真的假的？我们还没见过人形态仙鸟呢。何人在背后议论本仙？不必心急，或许很快就有机会了。